薄熙来、刘志军等人的问题，是发生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严重腐败案件，教训啊是非常深刻的。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，要毫不动摇地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，不为任何风险所惧，不为任何干扰所惑。